反正我这辈子呢，就认定他这一个人了，不结，等呗。来往滚蛋，打烊了。你是我的合伙人，也是我的女朋友。从今往后，你只能让我带着你发财，让我对你好。 那个时候就惦记我了，嗯。女孩啊，不能太作，知道吗？哪能说走就走？我通过今天的事情，还要在我们的约法三章里面多加几条。